妈，欢欢在房间里睡着呢，你看着点，我跟罗文先下去干活了。行，你们去吧。嗯，哎，妈，你看着点啊，他估计快醒了。我知道啦，去吧。走吧。喂，打牌啊？不行啊，我孙子在家睡觉，我儿媳妇叫我看着呢。那行，我先忙过去，老地方见啊。应该没事吧？我很快就回来。罗文，我总感觉我的心很不安，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会不会是我们的孩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妈不是在家吗？你害怕什么呀？等干完活了，我们再回家，别担心。我没心思干活了，我的心跳得好快，我想回去看看。那行，那我们回家吧。嗯。罗威，妈跟孩子都不在家，这是干嘛去了？该不会是出去玩了吧？要不你先做饭吧，等他们回来就可以吃了。那行。啊，我先休息会。今天手气不错，赢了500块钱，可以给我的孙子买好吃好玩的了。咦，罗威，你们回来啦？孩子呢？妈，孩子呢？孩子不就在房里睡觉吗？今天我手气不错，还赢了500块钱嘞。你去打牌了？孩子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啊！我走的时候，他明明还在房里睡觉，我不知道哎。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打牌？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妈，你怎么还去打牌呀？你要说你点什么好？罗威，我的孩子呢？我要去找我的孩子。我也去。你先别着急，说不定孩子已经回来了，我去看他。妈，怎么样？找到孩子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找不到孩子的话，你就搬出去自己住去吧。妈心里也很难过，妈没有帮你看好孩子，都是你，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孩子那么小，他肯定是被人家偷走了。你还我孩子，你还我孩子。妈。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打什么牌呀？有什么用吗？就在家看孩子不好吗？是妈不好，妈不应该去打牌。万一孩子不回来的话，妈也不想活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哎呀，妈，行了，你就别打了。这是我的孩子，子珊。是我的孩子，子珊，这孩子怎么在你这里啊？你们的心已经是够大的，
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。哎呀，我跟孟阳两个人下地干活去了，就交给我妈照顾着，没想到她打牌去了。哎，这孩子怎么在你这？我在家里午休，听到孩子又哭又闹的，烦死人了。我出来一看，你们家门都没关。进来一看，就孩子一个人在家里。我说杨婶啊，你这天天打牌也不行啊。是是是，还好这个孩子没事。要说这个孩子有个万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以后我再也不去打牌了。梦雅，妈知道错了，妈以后再也不去打牌了，在家好好帮你看孩子。你能这么想，那是最好的。这万一孩子被人贩子给抱走了，那该怎么办呀？妈经过这一次教训，妈以后再也不去打牌了。妈向你保证，好好在家帮你看孩子。孩子还给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那谢谢你啊，子珊。谢谢你啊。慢走啊。妈，你还不快去给孩子泡奶粉？孩子都饿了，一直在哭。好好好，马上去，马上去。